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2017台北金马影展。其实影展需要很多动人的事物去组成，也要有非常多很好的机缘呢。真情我觉得永远最眷恋。对，那这个时代让我最悲伤的是，就是人都还来不及认识，为什么先要结仇？比如脸书，你常常遇到一些根本不认识你，然后站起来把你骂一顿，然后你不晓得别人在干什么，你要理他吗？还是不理他？这是我们今年的开幕片，我相信不少的媒体朋友刚才也刚看过了片子，知道这个片子厉害在哪里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看到了不少的这个国外的幸福路上，真的就是送给台湾一封情书。时间跑去哪里了？真的不知道，怎么一年又过去了啊？不过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发觉，其实很多人都努力在拍电影。我常常觉得，影展到底是为了电影人举办的呢，还是为了观众举办的呢？我深深感觉，其实应该是为了观众的。我们再掌声谢谢。开车车一起去看海。